Hello， 我是 Kai， 今天要来分享阴阳师入班体验服5月30日部分的维护详情。插画功能全新上线，各位玩家可进入商店的密卷物购买插画，之后呢，我们能在图简处进行查看，点击启用后，插画将作为加载时的过场图使用。而本批插画的上架时间为5月30日至6月27日维护前。阴阳师算是第一款可以买过场图的游戏吗？150勾玉一张，你觉得坑不坑？我想以后可以来个名画拍卖会，谁出最高价就是专属他的了。黑童子皮肤水纹墨鳞增加了一个专属的四神路点击动作，首个拥有特别动作的外观，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吧。全收集12个月度运势礼包头像框，达成后就会得到这个全新头像框，屡变新双。但此成就并没有成就点数奖励，修正血童子双天之姿没有正确抵挡御钻井一死封魔封印被动减益效果的问题。轻型灯、明灯和连佑人多势众，现在可以处于冰冻、睡眠等控制下时进行触。发了慈木童子嵌入技能再次调整，当慈木的攻击未造成击杀时，获得一层增加 33% 伤害的怒火，最多叠加3层。这次的改动让他更快的叠加到伤害了，但算是换汤不换药吗？此外，玩家们也讨论到逢魔中利用慈木，万一混乱了比酒吞还恐怖，一出伤害灭全家。修正了研磨技能怨魂重压以及亡两御魂的控制效果，被花鸟卷抵挡时鸟的数量减损错误的问题，修复了桃花妖复活已阵亡的友方单位后，敌方荒川之主吞噬掉另一友方单位的焦土卷流连线效果，会导致被复活的友方单位自动进入连线的问题。烟烟罗技能扑朔迷离效果调整，觉醒后使目标变为烟雾小鬼的效果触发时机，由造成伤害时调整为攻击时。修改后，即使烟烟罗的伤害被吸收，也会造成控制效果。修复了万年族受到续命状态单位攻击，或在禁术和白战副本中受到蛇魔攻击时不会触发反击的问题。修正了管胡族之祸和面临其黑面具而状态的伤害增益效果，在一幕连技能风符护护盾被打破时会生效的问题。将武士之灵技能灭魂提供的简易拆分成降低治疗效果和降低效果命中两个独立的简易，并修复灭魂技能冷却描述错误，实际技能冷却应为2回合。最后一个调整了签到的方式，由点击小纸人变为界面自动弹出领取。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你也可以订阅频道，按下旁边铃铛，继续追踪更多最新的影片直播和社群通知。这次的更新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修复与调整，你觉得游戏至今仍然存在很多 bug 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个阴阳师影片再见，拜拜。